秋月，我错了，以后不再惹你生气了，成吗？求你别离开我，成吗？你离开我，我就死去。啊，别走啊，秋月。再也不惹你生气了，求你了。 喂，盛夏，你看新闻了吗？我看了，秋阳所有的私人信息都被爆出来了，记者怎么这么八卦啊？哎，不是那个，是刚刚新闻发布会上，你跟邱总离婚的事情被爆出来了。什么？来人了，我跟你说了啊，我下班过来找你。秋阳，你干嘛去了呀？怎么电话一直没人接呀？啊？ 哎呦，不好意思，我这儿静音了，没听见。你有事儿？不是我有事儿，是李飞找你打我这儿来了，你赶紧给他回一个吧。好，马上回。秋阳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。哎呦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 下这么大雨，你没什么事，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呀？没听见，赶紧进屋把衣服换下来，快点！吓死我了！你出什么事儿了啊？